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金子。今朝到高支部惠山三楼去吃面，苏州近两年新开的面店我侪去吃过子。那么今朝呢，你去吃八年来日啊，清朝辰光时有个面店，而且据说三花面随是里头首创，叫鱼腥记出发。哎，个上好灵个，搿盘鱼腥记随了东方之门边浪，马路待过。而且来个辰光我特为问个，老板讲现在侪有平台演出的，中浪向十一点半开始。大家看看爱打个掌声呐哈，应该来讲是各色各香，真可谓是各韵新声，历史建筑搭现代设计的交相辉映。一打进门，心里向就交关色一。正牌店掌声用脱1700个 W， 挨个是一楼，现在你到两楼去看看。两楼是听平台的上好，每日天中浪侪有，在了灯开上。今朝来尝尝挨个糌包面。老板娘讲，一喊起的板箱就来送。我讲，一只板箱太大了，那个里向板箱多得不得了，隔壁油坛子还搭上坛子。地址两碗面，一个三花面，一个哈黄面，376。面来着，何为三花面？谁是花子、花男、花娘？此时此刻，真的是香醉，迷上来着，平台变一样开始着。哎，倒是唱一招，休息一招的，与苏州平台，还有江南三店。这根米啊，一百八十八块个米。没有，我讲真的灵的。你看你的槟榔扣的了。怕吃。那个是店里向的吃法，就是端上来前头两口是不加醋的，各为一个加醋吃。加醋更加香子。今年哈味粉吃过，哈粉带水吃着。半个钟头功夫，里向板箱侪收满。面吃光，随时神神吃哈粉子。好吃吗？礼尚往来。隔壁一桌跟你第一个一样的，一个哈一个呼。谁不光顾？这吧。刚直播今朝个面吃下来面蛋了哈。另一个，那个三花面有特色的，明仔再来。明仔回来了，明仔就吃方便面吧。不对，要连吃一个礼拜方便面，要上周来给。